哪里挡枪？小弟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快！ 你说这八路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黄军好好的就被打死了。八路哪儿路有？干咱们这营生的，就是把脑袋瓜别在裤腰带上，有今天没明天。哎，哥，你看，哎，你看那个，行，别嘴。昨天晚上在大黄庄阵亡的两个大日本皇军，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太君，我们把镇上全部查遍了，也没找着凶手。 不过弟兄们还在找，一有消息马上向您汇报。皇军不断的遭到暗算，我们要在全乡范围内进行大排查，严加防范。太君，我觉得瓦窑堡嫌疑最大，上次咱们就是在瓦窑堡抓到那两个土八路的，这次他们会不会还藏在瓦窑堡？嗯，你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。 现在外围大张旗鼓的搜捕，把土八路逼近瓦窑堡。你给胡润月布置任务，让他严密监视村子里面的动静。一有消息，立即向我汇报。这一次，我们还要跟上一次一样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啊？明白。哎，太君，咱们这次行动顺便就把瓦窑堡的男的都抓了呗？不，先抓八路。 我们每天晚上可以派至精干的小分队，潜伏在瓦窑堡的四周，严密监视，但不要轻举妄动，等到天亮的时候再悄悄的撤回来。嗯，快！王老五，呀，阿宝啊，给我来碗水喝，渴坏了。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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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子，赶快给你叔倒碗水去。哎呦，收成不错啊，今年这么多草药。哎哎哎 这咋回事？有个女的？不是，她是我儿媳妇儿，我花钱买的，她不愿意，老想着跑，就把她搁山洞里了。这样她就跑不了了啊！哦，你们花钱买的呀？啊，那他们也收了钱了啊？玩儿还想跑啊？可不是嘛，世代关起来，刚生完孩子啊，老嚷嚷着去当八路军，她要跑了，那我不就赔了吗？嗯。 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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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回去。二笨，我怀疑啊，他外边有男人。啊？肯定是，娘是过来人，这点把戏我懂。那他在外面有男人，那还来我们家干啥呀？就混吃混喝呗。不行，咱得好好摸清他的底细。他要是外边真有野男人，干脆咱就撵他走。娘，你咋摸他底细呢？这样，往后啊，咱白天好好盯着他，他要是出去啊，你就跟着他，看看他去干啥。我就不信了，摸不清他的底细。
啥？又来八路了？不光来了，昨天晚上在镇子上还打死两个皇军呢。这才宵禁几天呢，又闹八路。谁说不是呢？他们从哪儿来啊？这我不知道。八路是整天的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防不胜防。所以二警让我告诉你，观察点村里的动向，发现什么可疑人马上向我们汇报，明白吗？想抓人，让他们自己抓去。我可不想再管这些闲事。我家明奎命都没了，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可不想再招惹什么是非。行吧，反正该带的话呢，我带到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回去该怎么说，自己掂量掂量啊。放心。我周崇光心里有数。哎，走了。怎么了，娘？哎呀，你快去看看，看他去哪儿了。啊！快点儿！娘，怎么起来了？外面黑咕隆咚的，你去哪儿了？没听见响响啊？哦，我就这两天这身子我特别难受，我就出去活动了活动。外面打枪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因为听见枪响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这回舒服了？啊，舒服多了。赶紧睡吧，娘。混蛋！蠢猪废物！把日本军的脸面都让你们给丢光了！哎，哥，啥事儿？这又死了两个，这天天担惊受怕的，谁受得了啊？受不了了，
啊，受不了回家。哎，哥，我回家没饭吃啊，这不完了吗？你记住了，想混这口饭吃，就管好你这张臭嘴，明白吗？我是三伯父。嗨，嗨，记得往下赶过去。嗨，李天长刚刚命令我们奔赴中藏沟，今天八路军的主力，而就军你得留下，留守据点。是，您放心，镇上就交给我了啊。噔个里个楞个楞噔，地个楞个楞噔噔噔噔，噔个里个楞个楞，地个楞，地个楞个楞。金牌掉来，银牌悬安。好，狗味儿。老周啊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跟着我，这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是，汪哥，汪哥，叫队长。汪队长，您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这要是让其他太君看见了，不太好。不好，怎么才好啊？队长，这意思你还听不出来吗？他坐这儿是最合适的，对吧？啊，汪队长，我没这么想过，我可没了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最清楚，是不是？钟大队长坐这儿是最合适了。嗨，你瞧瞧，多体面。周崇光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在汪队长面前给我上眼药。杨队长在的时候，我跟汪哥那可是生死之交，每次打仗的时候不都是我在前面冲，你们特务队在后面跟着。哦，仗打赢了，功劳算你们的，现在倒好，在这跟我胡说八道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最清楚。我不清楚，我就知道汪哥坐着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汪哥，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开个玩笑。姓钟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是我汪二九当家，识相的就别再跟我提什么杨队长，要想活得舒服点儿，就管好你这张嘴。滚！娘，我去镇上买点东西，中午就拨回来吃饭了。你不用等我啊！哎，你去镇上干啥呀？我去镇上扯几尺布，下午就回来。二奔，过来，赶紧过来。你干嘛呀，娘？赶紧跟着他，看看他干啥去了。快去呀！哎，
百定离省。来来来，大小大大大大大小大小。黄军打死了啊！走，赶紧看看去。我走。顶住！什么情况？外面是八路，赶紧出去看看呀！我叫人去了。你他妈自己去！也没有，你他不看了吗？我看了。你啊，兄弟，你带几个弟兄冲出去看看。哎呦，哥，我眼神不行，去了也白去。你哪个怂相？张明啊，你们跟这守住了，我上跑楼上看看去啊。那你可得小心点。炸死了没有？炸死了。准备战斗。我倒。射击。手榴弹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。队长，八路。哪有八路啊？就在那儿。别打了，都过去看看去。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队长，您的帽子。王哥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哥，你看，找着了。找啥了？啊？就这个啊？人呢？尸首呢？可能被炸碎了吧？炸碎了？那炸碎了也得有血有肉有骨头啊，哪儿呢？那是不是让野狗给吃了？呸！野狗吃了？怎么没把你吃了啊？赶紧
带弟兄们上远处再找找，什么树上啊、坑里边，赶紧去。快去啊！你们几个跟我走。他真去大小鬼子去了？那还有假呀！我跟在他后面，亲眼看见他。他真有这个胆儿啊！娘，他这是在惹祸呀！要让小鬼子知道了，那咱娘俩的命都没了。那不行，咱得赶紧撵他走啊！撵他走啊？对，那小鬼子可不是好惹的呀。咱娘俩保命要紧呀！再说了，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，你敢娶呀？这娘，你看，你看这打鬼子，那也是为我哥报仇啊！要不这么着，咱们跟他商量商量，让他以后别再惹事儿了。他要再惹事儿，咱再轰他走。也是啊，你哥是小鬼子祸害死的，他也算是为父报仇。干啥去啊，妹子？我去哪儿，你管不着。打扮的那么漂亮，又是去大皇庄吧？我穿啥去哪儿，就不用妹子操心了。那我去哪儿也不用你操心。你别再跟俺编瞎话了，你做的事儿啊，俺早知道了。娘，我做啥了？孩子，不是娘不让你报仇，可咱一家三口这日子还得过下去。你别再出去惹事了，行不？娘担心，这万一让鬼子逮着了，咱家三口都没命了。娘，你说的啥呀？孩子，你打鬼子的事俺都知道了，你别再瞒俺了。嫂子，就是你半夜偷跑出去，我和娘都知道了。你们跟踪我，孩子，俺和二伯人都商量过了，这眼下有两条道你选：一，你好好在家待着，别再出去惹事了，咱还是一家人；二，你要是去打鬼子，就离开这个家，别把俺娘俩扯进去。你看着办吧。嫂子，你看这个，你这仇也报了，这小鬼子也杀了，就在家好好过日子呗，别再惹事儿了。你看我哥手下有那么多人，不也全都弄没了吗？就你一个人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那也弄不过小鬼子呀。就是，不是俺娘俩跟你过不去，你看的这是他要命的事儿啊。行，我答应你们，不给咱家惹事了。好，孩子，娘就要你这句话。嫂子，那你说话得算数啊。袭击兵的八路，你都看清楚没有？太君，人看见了，可长啥模样，没看清。你坚守据点，出了不少力。按你们中国话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这个是我赏赐你的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王二九誓死效忠太君。东荡沟一战，大日本皇军歼灭了土八路的一个战地医院，打死土八路100多人。好事儿啊！皇军威武，皇军太厉害了，这帮土八路啊，早晚都是这下场。
但是也有漏网之鱼。据可靠消息，有五个女八路翻山越岭，逃到了三大这边。逃到咱们这一带来了。所以，我命令你的黄协军，另外我再配给你四名大日本皇军，包围瓦窑堡，全面搜索，发现女八路立即抓捕。太君，四名皇军少了点吗？这个你不必担心。 八路逃出来的是五名女护士，是没有战斗力的。你和你的皇协军完全可以胜任这次任务。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，你及时向我汇报，我会派大部队前去支援。是。 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听我说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昨天呢，大日本皇军在东当沟消灭了土八路一个战地医院，打死了一百多八路啊！啊，皇军威武吧？但是，还是有五个女八路从包围圈里跑出来了，已经流窜到咱们这一带了。 谁有什么发现的啊？或者能抓住女八路的，皇军大大有赏，啊？都看见什么了吗？啊？有谁看见什么了？哎，小孩，放羊时候看见什么没有啊？没有。 蹲下，老总，俺们瓦窑堡的人都是老实巴交的良民，哪有女八路啊？要是真的看见了，就算他们都不言语，我也得赶紧的去给您报告去，不是？都是良民是吧？我他妈看你就不像良民。对，上次在你们村抓那俩土八路，你怎么不向皇军报告啊？ 就知道跟这儿抹稀泥，穷犟。他妈哪天我得把那破包长给撤了！都没啥说的是吧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帮人呐，好说好商量就不行是吧？这可是你们逼着老子来硬的。朱班长。 带弟兄们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是。跟我走，看看咱们谁耗得过谁。 王队长，村口响枪了！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我看见王队长追到村外的树林里面去了。兄弟们，上！
娘的给我跟上，方队等咱们支援呢，快点！这不队长吗？怎么剩他一个人了？队长，什么情况？别问了，赶紧上林子里边把皇军尸体给我抬回来，快去快去，走走。哎哎，对了，抬上尸体，赶快回镇上啊！不打八路了吗？打什么八路啊？皇军都被打死了，你也想找死去？快去！快，走走走走。这么对我老杨家呀，为啥要让我老杨家绝后啊？我好不容易盼来了我的孙子，就这么就没了。儿子没了，孙子也没了，我这是做的啥呀？以后我是孤老婆子，我还有啥奔头啊？看你还生什么杂？土八路又杀我四名天皇的勇士，你得怎么解释？太君，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！可我怎么也想不到。这四个太君跑林子里干啥去了？我和弟兄们找了半天才找着我。我们要是早到一步，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。左八路现在跑到哪里去了？瓦窑堡，肯定是瓦窑堡啊！又是瓦窑堡，掏空瓦窑堡，出发！Thank you.
把全村的人都集中起来。是。快点，二叔，快点，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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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孩子给吓得，追回屋，回屋，回屋！快点！太君，全村的人都在这儿了。等一下，你要好好的辨认辨认。是。我听着，皇军这次来你们瓦窑堡，是为了抓女八路。女八路就在你们里面。现在都给我听着，所有男人。都给我站那边去！所有女的都站这边。干啥呀？不知道，咋还有这规矩呢？你们耳朵都聋了？啊！哎，给他们分开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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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我们是来抓女八路的，他们昨天杀害了四名大日本武士，就藏在你们瓦窑堡，今天必须抓住他们。哎，太君，我跟太君说句话。太君，太君恐怕您搞错了，我们瓦窑堡人都是老实巴交的良民，我们从来不给皇军添麻烦。那个杀害皇军的那个女人呢，恐怕是个女八路。您把我们都弄到这儿来，你找不出女八路来呀、啊？你混蛋！哎，站住！女八路就藏在你们中间。太君，我们这都是良民，没有女八路啊。是啊，都是良民，都是良民啊！都别瞎吵吵，把嘴都闭上。皇军说有女八路，就是有女八路，瞎吵吵什么呀？再吵吵，看见没有？把你们都吐吐了。